西山文公，热情掌声，谢谢，谢谢您。进入到妙成广场是大西萧府关将手。在我们的妙成广场前是位大西萧府关将手。是的，我们现场所有各位乡亲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不要忘了你们的掌声啊！我们的关将手呢，在我们的元宵节的过程当中，也能够来净化到我们所有的区域啊，也能够带来让各位阖家平安。记得各位现场的所有乡亲好朋友啊，我们在前方各位呢也要留一条通路，让我们的阵头能够有进出啊。那前方的各位乡亲朋友们，记得哈，待会再往后退一点啊。
我们大西萧虎观将手，请各位给予热情的掌声鼓励。现在我们观将手呢，来到我们的庙城广场前，来恭祝龙员工香火鼎盛。龙员工主任委员陈德雄率领全体委员来恭祝大西萧虎，我们香火鼎盛，值得给我们的观将手。好，庙前的各位所有的乡亲，各位好朋友们，请左右啊，我们观将所呢是来到这边参香会拜，所以我们请各位在前方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所有乡亲好朋友，我们请让一下哈。